这个字啊，写的做次数还真的是多。好，身长加弧度加粗细。这属于扁字的，向内收缩。这样可以注意均间、间隔距离、间隔距离不能差太多。色。翁，翁，他们的翁啊，写扁一点呐、啊，这样小鱼才有地方可以塞呀、啊。那鱼啊，粗细不要写一样，左边的记住都略小，右边的记住都略大。略大不是说一定要略粗，它有时候不一定要写这么粗，但是都是一大一小。尺，尺。左边是轻的，右边的呢，就来一个又要来粗细差距。右边的写的重的、长的、长的点靠上面。是是，绕动一下，上面是写的比较直的、瘦。高的日，下面配上一个非常长的长横。撇靠上一点，接触也靠上一点，后来才拉开。那，是。侧，侧，左边高一点。以前的侧跟现在侧不一样哈，以前的侧是上面竹，下面一个送字，跟现在的侧标准写法不太一样。他想用直点代替左点、右点，都是点呐、啊。加，加。那撇撇一短一长，撇捺拉开，停停，伸长，然后从这边绕绕绕绕，喜欢他喜欢这样绕过来那种效果，停。要写窄一点，停，帅帅，上面这个帽子写的比较重，下面这写的很轻盈，点画写的很灵动。左边伸长，右边缩短，然后竖偏右边一点，帅。